这是几斤胭脂水粉？不是五斤，我和尸体打交道，身上可能是有点不好闻，以后我可以离你远一点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我在来时路上看到的，看到它，突然就想到了你，便采来送给你。这是胡栀子，可以入药用，不过平常百姓都是割来喂猪的。那你跟他说，你看到这个就想到他了。